我的跑酷十万鞋有不实。哎呀，我都有十万鞋了，这不实得有多少的鞋呀？该不会要打100年吧？哎，不对，我都有十万鞋了，我操心这干嘛？什么宝石我不能打？毫不夸张的跟你说，我可以单挑虚空幻影了都。哎，兄弟们，站住起来，先把这个简单的跑酷跑完，然后挣宝石。30滴血啊？30滴血？什么东西啊？又被虎妹子骗了。虎妹子真是一个不让人失望的女人。好，废话少说，咱们开始行动吧。嗨，虎妹子，你个菜狗，这是啥呀？过山车，终点，让我瞅瞅。哇，这就是无能者的世界嘛？啊，跟我们关系不大，我们继续开始闯关吧，兄弟们。哎呀，像个女孩子的，哎呀，你们妈妈没有告诉过你们上楼梯的时候不要穿裙子吗？哎呀，真是真晦气！啊，我掉下去了，那不是正常的吗？哎呀，这是谁呀？这今天这稀了奇了，古了怪了，竟然拿了个第一名！嗯，谁跑到我前面去？我吧。哎，这刚刚谁跑我前面？怎么瞬间就人没了？默默菜狗，我先走了。啊？你走到哪去？你？哎呦，吓死我了！哇，竟然这个小雨姐踩到了狗屎运，把我们快追上去。有一个姑娘，她有一点任性，还有一些嚣张。妈妈，你快来，我冒死你。哎呀，小雨姐姐急了，她急了。冲，小雨姐快冲。小燕子快走啊，快把拖把哥咒死小雨姐，别让她挡我们的去路。陷阱，你就是我们最大的陷阱。他们俩鞋子。小莫。小雨姐打的又不是我打的，你叫我干啥呢？我还能咋了？妈妈，我们前面的道路畅通无阻。啊，是这样的吗？看来我们救拖把哥救对了。嗯。哎，不对呀，小雨姐是我的敌人呀，我怎么能和她狼狈为奸呢？小雨姐，给我站住！我要超越你。我丢，四条死路，我吐了呀，小伙伴儿。哇，一条神秘的迷宫，这不是强项吗？这不是我的天哪，这迷宫里边还有真假路呢。假的真不了，真的假不了。拓巴哥，你别说风凉话。这哪？哦，虎妹姐找到路了，虎妹姐。哦，不是这儿啊。我保护你，你咋死了嘞？我你。我让你走了吗？啊？过不去吗？报仇啊，兄弟们！臭虎妹子仗着自己是房主，十万滴血，我看你就是boss吧！啊！活该！骂谁活该？骂谁活该？啊！哎呀，这下心情愉悦了，小伙伴们，咱们冲刺走起来！哟，这虎妹子没追上来呀，虎妹子哇！虎妹子一抛哪儿，你还想抛哪儿？你觉得你能过去吗？我觉得能，用得着你问？加油，兄弟们，胜利近在眼前啦！我看到复活点了，加速！一个小默默从雪里冒了出来，哎，到达这里啦！呀，哇，我得到一把能量剑。你这是不是神经病？你是不是神经病？你个虎妹子，你十万滴血哥，你十万滴血了不起哥？你今天我跟你拼了哥！不跟你玩了，我打爆是。哎，就算我一个人，我也能赢。什么鬼？我要去打死 boss 了！哎呀，都怪虎妹子！怪我啥？都怪虎妹子让我打爆是。